葵涌丽景村风景楼后山，一棵十米高、直径二十厘米嘅大树，星期六嘅朝早约九点半，房署女职员勘察之后，怀疑大树有倒塌嘅危机，于是通知树木办。警方亦都到场封锁葵涌道一条行车线。树木办嘅外判工人到场锯树，驾驶人士要留意交通情况啦。